2016年来第一次出现。自从全球性的金融全国性的经济衰退。免费租我也不能签。哎呀，你要是走了，我们大岭村的加工业就彻底没有希望了。我有希望啊，财神爷都翻脸了。这个司机搞加工业有个屁前途啊！海珠厂，你就再撑一下子嘛。你屁了，外资都不买我的东西，我撑一天就蒸发几十万呢。哎呀，你蒸发掉的钱上天去了，那说不定还能从天上掉下来呢。天上掉。李彪，我最义气了，都走了，就我一个撑到最后。蔡总，那一年的租金我不要了，这是10年的免租金合约，你还是签了吧。我不要签了，我那些货就当赔给你的租金。不玩了，我要回家。哎，你不是派人到城里找钱招商引资了吗？对呀，我派阿坤过去了，可是他还没回来呢。你有没有交代他该怎么做？我当然交代了，还是那句老话，村里头的经费很紧张，那不该花的钱呢就不要花，那该花的钱呢也不要花。哎，这什么面啊，这真难吃这面。没跟你开玩笑啊，这我要是起诉你，你得赔我精神损失费，精神损失费。这位先生的面我来买单。大哥，我这还缺点路费，你帮帮我。以后见了面我肯定还你。谢谢啊，大哥，以后见面我肯定还你。哎，买单。钱他有，名他有，帅不帅，谁不爱？他是胸百里。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数百亿网和对我方向阳的支持。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主打电子商务的数百亿网要开通网络视频频道了。数
百一十匹马有奖征集百姓作品，无论视频、剧本或想法，都可能赢得方向阳 CEO 的倾力投资。走创意之路，赢财富无限。老板，这神像怕不怕摔啊？怕。啊？这有没有不怕摔的？这个。你想不想做生意？有点诚意好不好？无所谓了，我要转型了，你不要打扰我的思路。转什么型啊？搞创作。这如果是一张上海地图，我在上面砸三针，能砸到什么？玻璃板和桌子，你还用说吗？世界五百强企业呀！哦，你是这个意思啊？如果是北京地图砸三针呢？北京我没去过，不知道。部级单位，那广东嘞？足浴城。茶餐厅来的呀，我明白了，周教授，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就是他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只有利用好这个特色，才有发展。对，这是你们的大油水平面图，如果在上面砸三针，能砸到什么？别说了，甭说砸三针了，你就是砸三十针，他还是空厂房，空厂房，空厂房。周教授，你说我们得利用大有村的什么特色才能搞出名堂呢？我是个中医学教授，我扎不出这个针啊。哎，我看啊，还是搞纳米科技远好啊，纳米技术。刘总，纳米是什么米？一亩能收多少斤啊？周教授，我们走。哎，怎么走了？服务员小姐，这个菜我们都没动，能退吗？先对不起，不可以。哎，那能赊账吗？蔡总，你没抛弃我呀？那你过来买单吧。哎，我的饭啊，绝对不白吃的。我告诉你，你知道这是哪里吗？咱们村儿。屁的，美国的荷里活，知不知道？大有好莱坞，创意产业，绿色环保，还响应号召。可是他们哪来的投资啊？先宣传嘛，报纸上啊，网路上啊，先忽悠让大家都知道，资金就会进来的嘛。可是咱们现在哪里有钱呢？我跟你讲，这报纸你来处理，这网路我来负责。但是十年免租约这个，我再考虑考虑。哎，这你过来过来，你拿过来，你拿了你，你拿出点诚意好不好？今天来的人咋这多呀？哎，师傅。啊，你也是做鞋的啊？对呀，你是怎么知道的？嘿嘿，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刺桐县天镇做鞋的，我家的鞋子啊可好了，我就想呢给我们家的鞋子啊拍一个片子啊。那你知道塔科夫斯基吗？啊，开什么车的司机啊？干这个剧本肯定是历史上最宏大的作品。小妹妹，你说呢？你懂什么啊？都说不拍大片子，我是用最畅销的日本漫画改的，你都不知道漫画从哪边看起。
热情、贪婪、疯狂。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部最好的作品。这是 DV 创作史上第一次乌斯托克式的运动。我这部纪录片30年后将会成为经典。你们关注第三性吗？我写了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离婚女人想要变成男人来抢回她的孩子，然后她又变成女人来抚养孩子，最后她又变成男人来教育孩子。你有兴趣吗？我就知道你们肯定很感兴趣。这种题材奥斯卡是不可能了，可是柏林戛纳威尼斯都很喜欢的呀。入围很容易的，压倒轻松，完了可以慢慢谈嘛。这位大哥很有男人力量哦，大哥的牙好性感哦。大哥，我们留个电话号好吗？大哥，我的剧本台词有王家卫的风格，新艺术像李安，昆汀的形式，马丁的结构。啊，哪个马丁啊？希克塞斯呀。哦，啊，不要我的剧本。哎，看我的光碟吧，全是这酒的。买两张吧。方总，这位就是传说中的美女作家，她的名言是：凡是不正眼看我的，都不是男人。你什么时候想听我的故事，我就讲给你听。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会喜欢我的故事。你想不想看看我们穿衣服的样子啊？嗯，陛下，这里已经很挤了。朕是一只没有脚的鸟，哎，不知何时才能着地啊。这次拍三国大战为什么没找我们来演？哎，听说他们这是拍给美国人看的。他给看看，我早就告诉你们，掌握一门外语是非常重要的嘛。哦， I see. Very good.为什么酒这么难喝，还有人喜欢喝？就因为酒难喝，所以才有很多人喜欢喝酒。不拍了，收工。
老板，哎，来来来来，哎，有房有房啊。好，请请请。喂，喂。有人吗？有人吗？说咱们广告费好几次都没交了，老子都登了半个月了，连个短信都没收到过，屁用都没有。你告诉他们啊，老子不交，等有人到大小村来投资，钱老子一分不少的给。董事长英明。啊，你啊。你好，我是大小村假日酒店董事长兼本村村长李彪，欢迎光临。干啥去啊？还不赶紧把钥匙给客人。快给客人打点水去。我今天要在这里骂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数百亿网 CEO 方向阳，他混蛋。你要拍老百姓的作品，为什么不找我？我说过了，前五百年后五百年用中文写作最好的前三位作家是李娇、李娇和李娇。你还用四处去征集吗？你以为会写博客的就都能成为作家吗？放屁，狗屎，混账。行行行行行行，我听说那上传视频是免费的，登报纸花了我20000多，这样不公平蔡总。我找人拍片子不用钱呢、啊。我连回家路费都没有了。你可以游回去啊，游回去一分钱都不花。游回去，游回去，游游游游游，像话吗？游得回去吗？哎，说正经的，你那些片子没有一个是在大有村拍的，会不会版权有问题啊？宣传嘛，你打开电视，哪个电视购物是真的？啊？最新报道，澳门著名艺术片导演刘亦峰凭借《南方好人》一篇获得安提瓜和巴布达国际电影节的最高奖项金猪奖。刘亦峰本片凭借自然主义的写实艺术风格受到国际影坛的充分认可，其中本片的高潮部分是长达20分钟的吃饭的长镜头，所包含的深刻的人文主义让评委们和观众们都为之倾倒。本片导演更被评为北半球的电影之光，最具大师气质，最了解生活真相，可以和上帝直接对话的导演。有许多大导演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展示出他们的才华，那是因为他们的电影离生活太远了。谢谢。这干嘛呢？哎呀，你看这个人感觉挺牛的，你要不要把他请过来给咱们拍宣传片啊？我知道，我知道。说的不好。行，请他来，请他，不错，这钱你付嘛啊。走了。感谢爹地和我的妈咪，感谢应该感谢所有的人，谢谢。吃吗？哎啊！炸炸炸炸炸炸炸！
这是我们特技片场拍的。长江一号，长江二号，长江三号，长江四号，长江五号，长江六号，长江七号。那这是我们科幻片场拍的。这我们战争片场拍的呢，啊，怎么样，不错吧？哎呀，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你这都是大片里边的镜头，怎么可能在你们那个破地方拍啊？啊，欺负我们没进过电影院啊？哎，方总。这是我们大有合理活的标志性山头。方总怎么可能在你们那儿呢？创意产业结合房地产有点前途，大有村影视开发项目有点前途，不过本公司的钱都是从纳斯达克上融来的，现在经济危机，我们账上那点钱，方总是打算搞视频网站，拍视频进军娱乐业，所以你这个事儿不太好整。娱乐业它得有地方娱乐嘛，我是深有感受的，身为准娱乐界的人士，没有地方娱乐是非常不爽的嘛。这个地方有山有水有厂房。行了行了行了，这个事儿我还得跟方总汇报。这个项目你说了算，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咱们按规矩办事儿啊，20%。我拜托了，拿出一点诚意嘛，做实业有做实业的样子嘛，你每个人都这样我怎么弄啊？喂，谁啊？喂，你是蔡淑强吗？是啊。我是有头网的律师，影响电影公司告我们没经他们授权在网上传播他们的电影片段，起诉我们赔偿300万。我们决定，由于你是上传者，转诉你赔偿网站500万。喂，山寨机的音响效果确实好。蔡总啊，你不能走啊！这不是我要走，是我不能留，你知道吗？喂，不行不行不行，我要走了，等等等。被称为大头朝地自杀式投资，不知道这位谁啊？网 CEO 方向阳先生怎样看待他的投资失败？谁啊？谢谢。哎，喂，啊，方总啊，啊，您说您说，啊，什么？您准备投资大有村？好，我一定按您的要求把它办好。啊，行，好。缘分呐。
放心，放心吧，魏副总。哦，魏总，魏总，我自己啊，就开了一个准基性的酒店，那接待水平那绝对是一流的。那我那30%呢？你放心，我和方总合作成功的日子，就是你我收获的季节。诚意好不好啊？不是说好了往返200的吗？怎么能够凭空涨价呢？不好意思，先生，您不能在我们豪华标间再住下去了。为什么？我又不是没交房钱。老子有的是钱，房钱可以退给你。你要是钱不够呢，我可以2倍、3倍的还给你。我们现在要招待贵宾了，所以请你走人。彪哥，我还欠他100元呢。100元还给你。不要那么小气，把利息还给人家。利息给你。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在你这儿称为贵宾啊。反正不是你这样的。人怎么还没来啊？是啊，这时间都到了。着什么急啊？方总说了，
就在你们大有镇呢。我们这是村儿啊。是村儿的。跟着我们混，要不了多长时间就变镇了。你们方总不会是玩我们吧？玩你们？这么大的投资，有精力跟你们玩吗？哎哎，干什么呢？我请出示贵宾证。我们今天有场重大的活动，没有贵宾证我们谢绝参观。方总不在还有我呀，你说不是？方总，喂，哎哎，你干什么呢？这是我们方总。这是方总啊。方总，哦，方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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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过来。方总，什么是艺术吗？艺术就是生活，就是生活本身。就像我们之间的距离是如此的遥远，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走到了一起，走到了这张桌子的旁边。我在内地潜伏了10年，960万平方公里的生活气息让我欲罢不能，艺术让我们相遇。你看，这导演就是导演，真不愧是大导演，这放着屁都是一圈一圈的。刘导演说出了我们宣传片的主旨。刘导演作为澳门当今最优秀的艺术片导演，我们的合作一定会成功。哎呀，有方总和刘导的合作，成功啊，那只是第一步。既然是这样，咱就啥都不说了，把这杯酒干了。你们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肯定是钱。你净瞎说些啥实话啊？人家刘导演当然喜欢的是艺术了。不，我最喜欢的是女人。艺术只是女人的衍生产品。艺术的好坏取决于你对女人的喜爱的程度的深浅。所以我这部宣传片一定要拍女人。咱们的宣传片和女人有什么关系呢？有一位香港大导演，他要拍《三国大战》，我要拍的是老百姓最喜欢的三国期间小乔与周郎之间的浪漫传奇爱情故事。当然是现代版呢，要贴近生活，找一个角色女人来演绎这个故事，她既是女主角，也是影视城代言人。好。来，服务员，我是个爱干净的人，我自己带了床单和被罩，你帮我换一下。啊，好的。我要有家的感觉。喂，娜娜，我是刘导啊。嗯，
您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我就是那个在艺术和人生的道路上给你上了最宝贵的第一课的刘导演啊。哎，就是经常跟你提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位。是积极呀，哼，你说给我打电话，这一个电话就是一年，哼，算你还记得我。好，好。谁呀？我的心不习惯幸福。得得得，娜娜又来了不是？又在捣鼓你的台词。我跟你说过，你愿意干啥就干啥，别跟念经似的。亲爱的，太有风度了，连分手你都这么干脆啊？分手？等一下，你要记住，你并没有失去我，你将在荧幕上看到我，那才是永恒的。圈里边是有规矩的，不是什么人随随便便都可以上位的。在大友村，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我是导演，我有权决定最合适的人选。刘导，水能载走，亦能包走，就算你定下来，也要问一问我们这些父老兄弟同意不同意。娜娜，娜娜，为了你，哪怕与全世界为敌。下来，下来！看一看了，看一看了，大有好莱坞要选秀，选出宣传片女一号，国际大导演为艺术牺牲，已经绝食三天。这么贵的，就这价，你爱住不住？涨。五星级还没这样贵。就是嘛。再涨。住不住？不住涨价了啊！住住住，我住我住。不住就没有资格买大有村的户口。住了住了。再加零儿。啊！我住我住我住。哇，这条街很可爱哟，我好喜欢它，我要把它买下来。小妹妹，小妹妹，你说什么？说什么？你是在开玩笑吧？你知道我们大友村现在的地价到底是多少吗？我们大友村现在的地价相当于北京一环以内故宫太和殿以外。不用打开了，看它的大小我就知道里头有多少钱了。这两天我也见得多了，我实话告诉你啊，你这里头的钱啊，买我们间店面还可以，要想买我们大友村这一条街，那是六个字不可能滴滴滴。欧巴，看看够不够嘛？这得有多少啊？这？所以就不喜欢你们这些老人家，难道你们不知道世界是属于我们的？
并且已经属于我们的了吗？我不是生意人啦，我也不想做生意，超麻烦的。我只是想把这里变成一个哥特风格的城堡，城堡里面有世界各国的恐怖童话，我每天下午就坐在这里喝下午茶。我没钱，我准备计划花20亿在湖边买个别墅养老。哎，你看，啊，这个田野的气息呀，哎呀，好舒服啊！哈哈哈哈哈！哎呀，注意点，小甜甜，我告诉你啊，这小乔还有后面这本树林啊，让我找到了老家的感觉。我呢，要把这全部都买下来。哎。过来，这栋还有这栋我全要了。这些建筑多古朴，都有明清之建筑风格，我太喜欢了。二位老板，怎么样，每个人送你们一套。哎呦，妹妹都有啊。太好了。哥们儿，千万别给我打折，打折我跟你急。彪哥，这为什么不够了？我叫你买千亿味的你不听吧？你不让没卖啊。魏总，发财了，形势一片大好。那我那个，您那回扣很快就变成3000万了。行，先预支给我1000万。哎呦，我看恐怕不行。这方总，全村、全乡、全国，还有全世界，还有观众都看着呢。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是出岔子，你我就得咔嚓了啊！这钱给我。哎，不用。哎，娜娜，哼，死鬼，你怎么知道是我？哼哼，毒药的味道。你说，这选秀是怎么回事？不是一早定了是我的吗？你知不知道为了这戏，我牺牲了多少啊？你要是敢骗我，我可跟你没完呢。以前呢，拍独立电影的时候呢，是我说了算。现在是在大有影视体制之内呢，就算法国大导演雷诺到了荷里湖，也没有决定权。咦，你又来了，大师，大师都是你的救兵啊！你给我一句话，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啊？当然有办法了，大有村的户口我也替你办好了，选秀那都是老套的，我是导演又是评委，我说是你，还不就是你呀？我呢，对我的实力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比赛嘛，就让他们心服口服，让他们看看这明星的 DNA 是怎么长的。对了，要比什么？唱歌啊，才艺什么的，嗨，你随便咳嗽一声都比他们强。那可不行，我得好好的吊吊嗓子。我小的时候可是这红领巾艺术团的领唱呢。别站了！
小姑娘，你多大了？大一十六，小一十八，你猜？你有多高啊？高于一米六，矮于一米六五，你猜？你以前参加过什么影视剧的拍摄呀？知道的就知道了，不知道的就不知道了呗。你猜？我。导演，您觉得我行吗？你猜，你猜，你猜猜。第一首诗，一个人来到大有村。毫无疑问，我写的诗歌是全天下最好的。第二首，我坚决不能容忍，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观众席中看完比赛不鼓掌的人。我这是传说中的好男人，怎么样？我们拍的是一部关于女人的片子，这个片子不需要男演员，你们可以下去了。怎么搞的？比赛进行到现在，只剩下两位没有出场的选手。以上所有参赛选手均被淘汰，那么两位选手呢，要立即进行残酷的 PK。手机用户及网络投票的朋友，赶快选出你心目中的女一号，一定要抓紧时间哦！赶快投票吧！我先来。各位评委，我的 fans 们，大家好，我是东方的 Madonna 娜娜。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小雨，你不要放弃，你会唱得很好。别走，听个故事你再走。从前，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看到天上星星坠落下来，我就去追。我想知道这个星星到底掉到了哪里。结果追了很久很久没有追到。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个小男孩已经长大了，他不再追星星了，因为他已经找到了最亮的星星。真。
耶！啦啦啦啦 ，first time。娜娜，非常棒，太好了。哎呀，你打算怎么谢我呀？谢你？啊？谢你什么？我还没跟你算账呢。我叫你放第三首，你给我放第五首。哎，幸好我自己反应快呀。看来你对这个还不太了解啊。这个行当有这个行当的游戏规则。我是公司的副总，说话好赖还是算点数。要不，我还是给你一个谢谢我的机会。哎呦，刘导，哎，你们聊，你们聊啊。哎，那投票的事你搞定了没有？放心吧，我请的那个是真正意义上的网络黑客高手，他用的是狗熊烧香的软件，所以呢。什么狗熊烧香啊？我叫你用的是熊猫烧香啊！不是，我今天没有特别准备什么，但是我带了一首小时候妈妈唱给我的歌。风轻轻吹，月儿映湖水，妈妈在枕边陪着你入睡，快快睡，乖乖的睡，我的小宝贝。风轻轻吹，月儿映湖水，妈妈在枕边陪着你入睡，快快睡，快快的睡，是二位当中的谁呢？他就是李小雨。恭喜你，小雨。那林小雨平常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他不会演戏。那到了现场，我让你怎么演你就怎么演。那后期一剪你还是女二。你这是什么招数啊？我才不信你。姑奶奶，你相信我一次不成吗？那李大导演拍那大客栈，哎，让大侠来演女一号，片子放了怎么着啊？那不是还大玉红了吗？三分拍七分剪，那片子是剪辑的艺术，你应该知道啊。怎么说都是你有理，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不是我拿我那金猪奖向你保证不成吗？镀金的，你那金猪电视上都有说了，不就摆在卫生间里吗？我那是装艺术家呢，金猪现在在我们家最显赫的位置，我点着香，我这供着呢，谁敢动我那金猪？我跟他急。奖杯吗？你送给我都不要。你不应该不相信我。圈子里再乱，他总有好人。片子拍的再烂，总有好导演啊。
不干。小雨啊，东方美学的这个，跟你说你也不懂。总之这场戏非常之重要，我要是不喊咔，你千万别停，认真的洗啊。再来。刘导，这个镜头是不是长了点啊？啊，方总，你不太懂得艺术，不好意思啊，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长镜头啊，是我们东方美学的重要体系。啊，片子镜头一定要长，要多长，就应该有多长。啊，这个镜头要拍多久啊？各部门注意力集中，不要停，继续拍。小雨，接着洗。刘导啊，我再多问一次啊，这个镜头会不会太长了？不长不长，我已经剪掉了很多了，大概是30分钟。你想通过这个镜头表达什么呢？生活呀，生活本身呢。但你这种镜头，观众喜欢看吗？这个洗衣服呢，如果从欣赏的层面上讲呢，是每个老百姓呢都要做的事情，那必将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如果从艺术的角度去分析呢，它又代表了中国历史上下5000年的苦难和我们民族不屈不挠的奋发精神。他们为什么不欣赏呢？他们应该欣赏，他们也必须欣赏。方总，您要的不也是生活最本质的东西吗？看我们的片子。撒浪威，娜娜，你
真会伺候人。我可不光只会伺候人呢，我还会演戏。你说我演的好不好啊？那还用说吗？你现在的表演已经到了最高的境界，看似不留痕迹，其实是精心雕琢，层次之丰富，情绪之丰满。哎，我每次在监视器里盯着你的眼睛，那都有惊心动魄之感。就是被你看过的摄影机也应该破碎了。哎，别别别，人家感冒了，肯定传染给你了。你现在可是贵为亚洲巨星，准奥斯卡影后啊，怎么睡相还是那么难看呢？夜里蹬被子着凉了吧？你要是真的关心人家，你就给人家多加点戏嘛。我怎么能不想给你多加戏呢？方向阳啊，他天天在现场盯着，他得护着那林小雨，我拿他也没办法。说这老板还挺能伺候。方总，今年这300多部国产大片可都在这儿。嗯，你慢慢看啊，我就先告辞了。谢谢。方总，今天晚上我是你的了。哎，你这是干什么？干什么你？方总，方总，你走开，走开！是高级私家侦探，你找我，物超所值。方总，你什么意思啊？我的电影拍的不如他？哎，他第几代啊？第几代啊？总得讲个辈分吧。让我跟他学，这以后我还怎么混呢？啊？
我不是一定要让这样拍的，我只是想让你吸收那个导演对片子的感觉，那种动感画面的风格，那种拍摄手法的运用。我感觉到的是浮浅，我最讨厌的镜头就是升格了、音乐了，后来还有旁白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方总，我说句您不爱听的话，您不懂艺术。哎，我跟你说啊，拍大庄稼那导演他是我师哥，拍大石头那导演他是我师弟，我师哥负责合理活的奥斯卡，我师弟呢负责国内的票房，我承上启下，我容易吗？欧洲的各大艺术电影节所有的奖项都由我来负责，电影事业向何处去是我们哥仨说了算的。哎，你别拍了，什么乱七八糟啊。别说了，我觉得咱们的宣传片必须要改变拍摄风格，原来的我无法接受，你要坚持，我们只能停拍。你是老板，你说了算吧。娜娜，我撑不下去了，你好自为之吧。方总，方总，方总，不好了，刘导演跑了，戏不拍了。你们方总会不会睡过头了？哎呦，方总一向准时。方总，方总。绑架！不能报警。为什么？这件事情要是让记者知道了，你知道他们写成什么呀？数百亿王总裁大小村遭绑架，剧组在大小村拍戏遭黑社会恐吓，绝不能报警，不然宣传片就完了，咱们大小村也就完了。那你的意思，反正是不能报警。你说什么呢？我说不报警啊。就这么办。帮总是在咱们大有村丢的，就算是刀山火海，咱们也要把他给救出来。我觉着我这个计划挺好的，你谁愿意去啊？哎，都不去啊？你们总不能让我一人去吧？方总是你们公司的人，你们公司总得派个代表吧？你计划好了吗？你管我计划好了吗？我给你三个选择。你是愿意去呢，是愿意去，还是愿意去呢？Thank you.
你说什么？在翠红面工厂门口，我不认识路啊！阿琴，你千万别杀他，我马上来，你等我。哎呀！在这里，哦，应该在这边。走，就在桥那边，走。站住！哎，我说你小子够有能耐的了，你叫啥名？快说，快说！我石头打死也不说。又臭又硬。娜娜都是因为你。你搞错了，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证据都在我身上呢，我一枪我打死你。住手！杀人是要坐牢的，我不要你坐牢。娜娜，你怎么像电影一样，关键的时候来了？我现在才知道，这世上只有你对我最好。娜娜，这娱乐圈不是他妈人待的地儿，太乱，咱们回家吧，啊？拿行李。还有别的东西吗？没有了。咱们走吧。
啃一点一点不啃一点，我觉得无限虚顶是挺恶心的。对对，都应该从这里根本就落不通。不可能虚顶，不可能落不通，我上山走过呢。对对，都应该从这边接。你根本就是胡说吧，村长。没事 ，OK。彪哥，我单枪匹马。放走，你没事吧？啊？没事没事。真的没事，我们都准备去救你呢，你知道吗？你没事吧？没事。少爷，少爷，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小雨，这导演都走了，咱这宣传片还拍不拍？大油镇上上下下都等着呢。哼，要我说，就这著名导演拍的这破片儿，拍出来也没人看。可惜的是啊，咱们前面的活动做的实在是太大了，现在海内外的群众都期待着呢。到时候咱们要是交不出片子，方总，这个责任恐怕不该我担吧。放心吧，你如果马上消失，这个责任我不用你来负。合作愉快。方向阳，准备你所有现金，单独来见我。啊！不要报警啊！你都拍了些什么？我记录了你搞影视城的全过程，里面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片段，还有今天我是有备而来，给你看的只是拷贝。哼，你不是要钱吗？我倒要看一下你拍的东西值多少钱。马上开拍了，群众演员也是演的，敬业一点。导演，三秒死怎么死啊？你就是演三秒死的？对啊。哎呦，哎，导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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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样怎么样？哎，你走错了，我们这是现代戏。嗯，这不是横店啊，我们这拍现代戏，走。你要多少钱？你所拍的素材我全部买下来，然后呢，我会把素材剪辑成成片，全部放到网上去。好。刘导，你看，这是我们大小村的三个导演，他们有几个新的创意想跟你讨论讨论。看，我没让你看，你接着拍。现在呢，大家都通过网络知道了大有数百影视城，
我们将把它发展成为南方最大的创意产业孵化基地。凡是要在孵化基地搞相关产业的，都会得到数百亿网的大力支持。我要发财了，我要赚钱了，我要发财，我要赚钱，我要发财，我要发财了，我要赚钱了，我要过好日子，我应该发大财，发大财，发大财。哎，你不要走，明天我请你们吃鱼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吃八碗鱼翅你都不够，你吃了鲍鱼，鲍鱼也要20，20个人分，我要买大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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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万平，100万平米。我是有钱人。大有春火了，方总更牛了。关我屁事啊！你不是有一个官司吗？我现在就是要起诉你那家公司的执行 CEO。没事儿，你不是跟大有春有一个10年免租金的合同吗？只要咱们好好合作，你这个官司就了了。你们就是告我！也没有办法了，孵化基地1厘米的地方都没有了，你那厂房早就被别的公司租去做动漫基地了，根本没有办法收回来了。收不回来我就要跳河了，我的资金全蒸发了，为了你的产业转型我背了官司。哎，不行，我要照合约走。不管你们俩人怎么搅和啊，我的律师马上就到了。我也申请了法律援助，我的律师也快来了。你有律师？你有律师？以为我没有律师？我告诉你们，我的律师已经到楼下了。大家好。你们这种三角关系我没法搞，除非加上我变成四角关系，我才有办法。我们可以合作搞一个孵化基地的延伸产业。说说看。我刚进村的时候看到好多人，他们在大有湖边。哎呀，李彪，厂也不用收了，你给我大有村旅游开发权10年。蔡竹强，你不觉得你的想法太搞笑了吗？我给你20%股份，我最起码要50%。哎，你蔡竹强，我们公司起诉你的钱，怎么也得占50%吧？这我的钱都蒸发光了，我最少也有50%吧？那我呢？那40%嘛？我41%。我42%。我呢？我35%，我36%，我最起码要占37%。反正我要你们每人的一半。成交。有问题吗？没问题，即使有问题也和你没有关系。蔡总，你怎么回事？在那旅游团离演员这么近，很干扰演员的情绪，你知道吗？屁了，关我什么事？来来来，快快快，与明星拍照只要50元，并获赠孵化器下的蛋。嘿嘿，对对对，来，真的50元很便宜的啊，掌声。Thank you.
小云，接着脱，把衣服接着脱下去。不干。你必须得脱，你一定要再脱下去。我必须要去美国，我要去真正的 Hollywood， 观众需要我。